对于生存在我这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荒诞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。像是君父强娶心腹，臣下刺杀王上，佞臣残害忠良，多到都不能够得上荒诞标准的时候，弑君弑父，好像就没那么令人啧啧称奇了。在天子朝堂，诸侯们毕竟只是诸侯。 我知道你们管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战国。康公19年，知府才艺中的一簇剑光，划开了这纷乱舞台的帷幕。妹妹，快醒过来！阿慈，父亲气息奄奄。 恐怕时日无多了，你要是再不去看他，会留下终身遗憾的。可是父亲今天就要把你嫁出去了，吾儿从不出嫁，父亲他……傻妹妹，这是约定好的日子，凭你我之力，能改变什么呢？我不甘心。快去大殿吧，我在那里等你。 王姬请留步，大王身体不适，需静养。如今不见任何人。大胆，是谁的命令，竟敢阻我见父王？王姬请息怒，田侯，这一切也是为了吴王。田侯这是要造反吗？田侯有令，还请王姬大人不要为难我等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敢如何拦我。 王姬的佩剑刺在王上的身上。
怎么可能？我竟然杀了父亲！阿紫，我做了什么？ 阿紫已经被田师带走，好在双剑还在我身上。哎，里面怎么那么乱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啊，是王姬大人。住口！不许叫我的名字。你手上捧着的，哼，这也是父亲的东西。父亲要带进坟墓里的宝贝。 是活人的怪物，怎么会是父亲呢？这一定是田氏搞的鬼，我去找他说个明白。傻孩子，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当做了弑君的罪人，你快走吧。不，我要阿紫和我一起离开这里。父亲要我嫁给田侯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就从这口顶去往屋顶处。 那里没有什么看守，应该能很快逃脱。要记住，活着，活下去才能找出真相。 Hey!
春秋时期，齐国晏婴曾预言齐政足归田氏，但是齐国姜氏国君不以为戒，沉溺酒色，不理朝政。康公十八年，齐王姬即将背负弑父嫌疑，长公主舒姜也沦为田和之志。舒姜劝其妹求生，以图来日。仓皇出逃中， 见到几个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面孔，揭开了疑云丛生的篇章。田氏派出重兵四处追凶，广发通缉，令曰格杀勿论。即将在逃，田和孔生变数，未公告天下康公死讯。世人愚钝，或不明就里，或已归于田氏， 是谁用古神之血唤醒了我？是我的血唤醒了神尊。我是齐国的季江，康公之女。齐国的王姬果然继承了古神血脉，难怪你能驱使识破，寻常人使之只能当辟邪的装饰吧。你说我的双剑， 这是我幼时抓周所得，之后就一直带在身边。这古玉所制的神剑，你如果好好修炼，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此外，我再赠你一柄神器。这赤霄乃是我当年射日的箭矢所炼化而成，烈日破土，无坚不摧。 你可以用以平天下、安百姓、寻找天命之人，结束这乱世。这是你的使命。原来是射日的后裔，承蒙亲眼，交托大任。可是我不能。我明明杀的是世人的妖怪，怎会是父亲？阿兹也在他们手上。 我要找出真相，我要回去救他。那你有何打算和筹谋？我在齐王宫依稀见到了三位我只在书册和画像上才见过的人，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在人群中。他们一定知道什么，我要去找他们问问线索。现在的你，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性，都太弱小。 去凡尘俗世中历练一下也好。拿上你的兵器，快去吧。离开这里之前，先去见一个人，他能助你事半功倍。多谢，告辞。 我早已立下重誓，再不铸剑，你请回吧。我不是来求剑的，后羿前我来求你指点迷津。后羿，你手里拿的莫非是赤霄？正是，方才后羿所赠。你这么个小小的女娃娃，看不出来后羿为何对你亲眼有加。这天地间有很多洪荒之力， 可以用来锻炼肉身与兵器。那边上的魂灯除了恢复状态外，也能助你提升能力。是，我记下了。
临淄即将，齐国的王姬，我也曾是君父的掌上明珠，却意外早夭。我不甘心就此只能化身为鸟，一直期盼能重生于人间。原来你是炎帝之女，我没有想到阴阳两界真有一日能被打通。我虽然得以归来。 说起来好笑，我从小就很擅长的奔跑，没想到却用在了今日的逃亡。出生起，我就没有离开过宫院，但是齐国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。就在我厌倦了漫无目的的寻找时，在边境大营的经历给我带来了一线光明。宫院里出现的蒙面将军，就出现在这里。 改名小白了，歪歪，都知道一下哈。是啥？你说啥？这是我阿娘给我起的名，之前因为避讳齐桓公才不用。嘿嘿，齐国现在的太公姓田就此恢复使用。姜氏哪有那么快倒？听说宗室已经起兵了，哎，通缉令在我这儿呢。这位朋友，你怎么看？ 我吗？上头的事儿我怎么知道？我要见将军，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？这会儿没见着，在大营里面吧。哎，那人谁呀？不知道啊，我以为你认识呢。哎呦，你快查查通缉令吧，搞不好就有这家伙。
坏了，刚才是你放走了通缉犯。田将军一定把错算在咱们的头上。你胡说！是谁扰乱了我的营帐？将军，大闹军营的好像是江氏的通缉犯。全军听令，给我把他抓出来！ 其实我们可以把他引到那里去，只要将军看不见就没关系了。你是说，不要了吧？可能回不来的。只要没人见过他，就不是你我放跑的了。